在不同的年代，都有人觉得女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美满的婚姻和家庭。为什么我会选择结婚呢？因为我都相信婚姻制度。曾经中国女人为了嫁得好，甘愿将自己的一对脚扎成只得3寸的3寸金莲。因为想嫁得好，中国女人甘心忍受这种近乎变态的风俗长达1000年咁耐。我直情有啲唔敢去睇咯，咁同埋我有少少唔舒服啊，即系觉得好心悒，即系觉得好有少少真系好惊吓。一连三集，赵雅芝同我哋走进云南，可能系中国最后一条嘅扎脚村落，揭开扎脚背后嘅神秘面纱。我是赵雅芝，我完全没想过现在在中国还可以找到扎脚的妇女。我真的很好奇，究竟扎脚是怎样的呢？还有为什么女人会扎脚的呢？我由香港搭飞机去到云南的首府昆明，再坐车南下，大约坐了2.5个小时左右，终于来到一条叫做六一村的农村了。据说这里住了一班仍然扎了脚的女人。我的心情很紧张，因为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了。这里就是六一村的社区会堂，每一早上的扎脚婆婆都会在这里聚集的。我们现在进去看她在做什么。坐在会堂里面的这班婆婆，她们平均年龄差不多有70-80岁，乍眼看起来她们和一般的老人家没什么分别。不过细心一点看看她们对脚，咦，好细只喎！佢哋嘅每一只脚嘅脚型都呈三角形状，而且比一般人只脚系细好多添。你的小脚很漂亮，很小。你看我的比起来，跟你比起来哈，很大。我咧就差唔多，即系如果香港 size 咧，就欧洲 size 系37号啦。咁我谂如果婆婆咧就买唔到鞋噶啦，我就咁度落去，听紧哈。4寸是吧？鞋子是4寸，可能小脚更小，3寸有哈，是吗？嗰对鞋咧就度落去就差不多到4寸。咁我谂，如果佢自己本身只脚咧，就真系3寸嘅啫，3寸金莲就系咁啦。见到呢班扎脚婆婆，我简直有时光倒流嘅感觉。佢哋行得特别慢，而且好似着咗高踭鞋咁，举止特别优雅。他们虽然是一把年纪，但是还说要表演一只金莲舞给我看。扎脚这种残忍的风俗曾经在中国流行接近1000年，直到1928年，当时的中国政府颁令严禁妇女扎脚之后，这个古老风俗才慢慢在中国消失。听婆婆说，因为六一村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，他们小的时候不知道政府在1928年已经禁了妇女扎脚，所以当时他们还继续扎脚。时至今日，六一村仍然大约有22位扎脚的婆婆还在世，他们全部已经70-80岁咁老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可以说是非常珍贵，因为再过多10年，很难在中国再找到扎过脚的人，而这些风俗将永远成为历史。我觉得他们就行路好像不同一点，好像个人会直一点的，个身会挺得直一点，坐在这里也是的，个腰就好像
坐得好直噶，同埋好自然呢度兩隻手咧就會扶喺膝頭哥度，咁佢俾人感覺係好優雅嘅。嗯，佢唔會話好似我哋好隨意咁坐就放鬆曬坐喺度，佢哋就好挺直嘅。我唔知係咪因為隻腳令到佢咁，令到我會諗到好似跳芭蕾舞都係咁噶嘛，又趌起隻腳，成個人就會挺直咗，咁好俾人感覺好高貴、好優雅咁嘅。據講扎腳呢種奇怪嘅風俗源於1000年前，亦即係五代十國嘅時候。話說南唐李后主有一名妃嫔叫做妖娘，妖娘為咗要取悦李后主，就將一對腳扎成纖小嘅新月形狀，站喺一個黃金打造嘅蓮花台上面跳舞，最後贏得李后主嘅寵愛。自此，女人為咗要取悦男人，就將對腳越扎越細，而女人嘅腳型大小亦成為咗中國男人娶妻嘅重要指標。一對扎咗嘅腳，若果大過四寸嘅就叫做鐵蓮，在四寸之內的就叫做銀蓮，若果細到只得三寸的話，才叫做金蓮。以今日的量度方法計算，古時代的三寸就等於今日的11至12厘米左右，這個長度就跟一個正常3歲小孩子的腳長大小差不多。這麼辛苦扎到隻腳這麼小，婆婆說其實都是為了要嫁得好。對扎腳的女人來說，她的人生就是婚姻和家庭，為了嫁得好，她們甘願接受扎腳的酷刑。我媽媽說如果不扎腳就不可以嫁給漢人，要嫁到上山上面的少數民族，生活苦很多。在這裡我認識了全村對腳最小的蒲慧英婆婆。蒲婆婆今年72歲，她身高51吋，腳的長度就只有9厘米，即是3.5吋左右，是六一村的小腳皇后。除了腳要細之外，蒲婆婆告訴我，當年的男人還會看女人腳上面所穿的繡花鞋，如果繡花鞋上面的圖案精緻，就代表這位姑娘的針子功夫了得，將來一定是一位持家有道的好妻子。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蒲婆婆不單止將對腳越扎越細，而且她還很努力地去學做針子。她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想嫁到一個好老公。最終蒲婆婆都如願以償，在16歲的時候嫁了給她年長4歲的丈夫。蒲婆婆的丈夫非常欣賞婆婆的一對三寸金蓮，就算在1949年當時政府再次向全國頒令，要求各省的婦女放足的時候，蒲婆婆的丈夫就寧願罰款都不讓婆婆去放腳。當年我的老伴怎麼都不肯讓我放腳，我曾經被人捉過2次，每次要罰50元人民幣，他就寧願給罰款都不讓我放腳，還送我上山躲起來。如果我真的生長在剛才扎腳婆婆的年代，好像他們這樣一定要扎了腳，你才會嫁到一頭好的人家，生活得舒服一點。如果你不扎腳的話，你可能就好人家就不會選你的，你可能就要嫁到去山裏面，或者不是漢族的人家，要生活一點苦一點，要去斬柴，要去做一些辛勞的工作。咁我諗咧，我寧願咧就我唔會選擇扎腳咯，即係我寧願係選擇我自己中意個人去嫁，仲好過話因為為咗要去一個舒適啲嘅生活，住大屋啊，有工行使啊，或者咩咧，咁而去扎腳咯。趙雅芝最驚心動魄嘅一次。咁今日婆婆咧就將會除咗個金蓮鞋啊，咁俾我哋睇一睇小腳係點樣嘅。一隻違反自然的畸形小腳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的呢？轉頭回來徹底解開扎腳之謎。
中国13亿人口当中，仍然在生的扎脚女人不够100个，她们散布在中国不同的省份。而云南六一村可能是世界上住了最多扎脚女人的地方，所以六一村又有人叫她做扎脚村。这班扎脚女人可以说是这个奇怪而残忍的风俗的最后见证。我一直都很好奇，究竟一对正常的人脚怎可以扎到变成一对只得几寸的小脚呢？过程一定很痛苦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扎脚的时候不停地喊，还痛到差点晕了。人家经常说好像扎脚布那么长，其实扎脚布真的有几长呢？我放在一条楼梯级度，1、2、3、4有成11级那么长的。据记载，女仔在4至8岁的时候开始扎脚，因为扎了脚的脚型好像一只三角形的种子，所以很多人认为端午节就是扎脚的黄道吉日。扎脚布有白色和蓝色两种，蓝色的扎脚布是由靛青染制而成，据说是有治疗溃烂的功效。将一条阔3寸约8尺长的扎脚布紧紧地将脚包裹5至7层，除脚趾公之外，其余4只脚趾都要屈曲地藏在脚板底下。母亲为了防止女童偷偷地将扎脚布解开，还会用针线将扎脚布紧紧地缝起来。每日要将扎脚布收紧2次，直到1至2年，小脚才会定型。每次收紧扎脚布的时候都很痛的，有些女仔因为痛得滞受不住，扎了一段时间就死了。蒲婆婆7岁的时候由她妈妈帮她扎脚，到了12岁她妈妈不幸去世，但是自己仍然坚持要继续扎脚。咁辛苦完全是因为她相信一双纤巧的3寸金莲会为她带来美满的婚姻。最终蒲婆婆就替自己扎成了一对全村最小的3寸金莲，脚长只得9厘米，大约是3寸半左右。以前在扎脚女人的心目中，一双小脚除了丈夫以外，就算被其他人看眼都不得的。今天真很难得蒲婆婆愿意打破禁忌，给我们看看她对小脚。咁我都從來未見過人哋真正嘅扎腳嘅小腳係點樣嘅。咁今日婆婆咧就將會除咗個金蓮鞋啊，咁俾我哋睇一睇小腳係點樣嘅。奶奶，開始吧。哦，原來佢裏邊咧仲有著咗一對內鞋嘅，叫做咁內鞋咧就係保護對腳嘅。原來也很多層的喎，佢除了內鞋之外，仲見到兩對襪嘅喎，好似即係我哋平時著嗰啲襪差唔多。這個是袋子嗎？這個是袋子。仲有一條帶咧，就扎住嗰個扎腳布嘅。哦，佢唔係條帶扎住，係連埋嗰個扎腳布一齊嘅。咁我而家見到成隻腳差不多展現曬我面前啦。就冇味道嘅喎，我而家同佢距離係大概有2尺到啦，係冇味道，好乾淨。我終於見到小腳嘅真面目啦！呢一對腳令到中國女人受盡折磨，而且仲好驚心動魄。眼前所见是一对变了形的脚，除了脚趾公之外，8只被屈在脚板底下的脚趾，因为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，所以被压到扁了，亦都完全丧失了活动的能力。而脚背就明显地凸起来，脚板底就凹了进去，脚和脚踭之间
仲出现了严重的骨折情况。亦由于扎脚令女人的血液不流通，小腿部分就发育得不健全，所以小腿就变得比平常人纤幼。为了三寸金莲，扎脚女人真的承受了很大的痛楚。我以前就以为即系会系几靓嘅，因为你古代点解会中意扎脚啫，系咪啊？咁一定系好靓，好有美感啦。咁我琴日第一次见咧，我第一感觉都几惊啊，因为我先发觉原来系脚面净系见到个脚趾公啫。咁另外个脚底咧，我喺角度见嗰时，因为我见唔到个另外一面啦，我直情有啲唔敢去睇咯。咁同埋我有少少唔舒服啊，即系觉得好心悒。即係覺得好，有少少真係好驚嚇。不難不少，越難越好。為咗要令對腳變得更加細，有人甚至會喺扎腳嘅時候，刻意咁放入一啲碎石或者瓦礫，利用呢一種更殘忍嘅方法，令對腳腐爛變形，從而達到更纖細嘅效果。而受尽折磨的扎脚女人，就只能够利用这种叫做水晶凤花的叶，敷在烂了的肉上，稍微舒缓一下痛楚。不同年代都有人认为，女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美满的婚姻和家庭。参加第一届香港小姐而投身演艺事业的赵雅芝，曾经结过两次婚。虽然第一次婚姻失败，不过她仍然相信婚姻。为什么我会选择结婚呢？因为我都相信婚姻制度的，可能我是受我父母影响。我印象中呢，即我由细开始呢，我就觉得屋企很温暖的，即给我感觉屋企温暖，还有爸爸妈妈是俾到我一個好似太陽嘅感覺，即係我每日放學翻屋企咧，如果我爸爸媽媽喺屋企咧，我就會覺得呢個屋企好温暖噶啦，即係好開心嘅。但係如果我翻到屋企，爸爸媽媽唔喺屋企咧，我就覺得屋企係冷冰冰嘅，即係唔似一個屋企啊。咁可能呢個印象就已經從細咧就入咗我腦海，所以我就覺得好似對於我嚟講結婚好似理所當然啦，同埋好似幸福家庭係好似一個人嘅人生嘅階段，亦都係人生嘅責任。咁我講責任咧，就並唔表示話我覺得呢樣嘢好痛苦啊。我覺得你響完成自己責任之中，如果又都找到自己嘅樂趣、自己開心、自己快樂咧，咁就最完美咯。今日嘅女性唔需要以一雙小腳去取悦男性，但係一段幸福婚姻仍然要付出。1984年，赵雅芝选择在自己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再婚，下嫁当时仍然是演员的黄锦新。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，我亦都话可以话不是咯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喜欢有我自己的事业，都可以照顾到家庭。咁当然，如果你话真的一定要我选择嘅，咁就冇得好讲啦，系咪？咁我始终都会选择家庭啦。嗱，我会觉得一個人又有選擇權咧，係最幸福嘅咯。好似我哋今次嚟拍六一村嗰啲扎腳婆婆，佢哋係嗰個時代係冇得選擇嘅，係必須要做呢個風，跟隨呢個風俗習慣，必須要咁樣做嘅。咁佢所睇嘅嘢係好單面嘅，單向性嘅。咁佢嘅幸福，佢嘅快樂就係咁嘅啫，係必然嘅一條路，冇得選擇嘅。咁佢可能一世，佢都會覺得幸福快樂，佢唔會覺得唔快樂痛苦嘅喎。咁只不過我哋知道得多咗嘅嘢，咁我哋有得選擇權，我哋會覺得邊樣係我哋自己最中意行嘅路咯。正常人比较，
扎脚女人点样靠呢一对被扎到边缘嘅小脚去走佢哋嘅每一步呢？扎脚女人又点样去护理佢哋对脚呢？下一集我哋继续向神秘嘅扎脚村出发。